关内后。关内后。关内侯一直在雍城执掌宗庙，几时到了咸阳？是我请老人家过来的。来干嘛？总不会是来对付我吧？阁下在咸阳的事，老夫都听闻了。是说在下跟长信侯亲近，跟魏国走动频繁？难道这些还不够严重吗？叔父，这是何意？真是冲我来的？有句话奉送，好自为之，不要助纣为虐。助纣为虐？关内侯，在下愚钝，想请教一下，谁是纣，何为虐？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。我没说什么，我做的事就让你们这般看不惯吗？还大老远把关内侯请来教训我。关内侯，我也有句话奉送，好自为之，安享晚年。混账东西！你是叔父请来对付长信侯的吧？对，宗室就是要对付嫪毐，所以从今天起你给我远离他。叔父，这事儿我劝你别干预，这里边的状况你根本不知道，这里边牵扯着大王、相邦、太后，还有那个李斯。我劝你别去招惹那个长信侯，还有你关内侯，同样都是侯，人家那侯比你有实权。星爵，老夫本有宽仁一念，你既然这般说，老夫别的权利没有，只有一样。即日起，将公子玉逐出宗族，绝其庶籍，销毁铺天。关内侯，不可呀！旭日之内，雍城会有正式完夺，宋城大亡。我知道你们一直看不上我家，从我父时就瞧不起，现在也瞧不起我，还要将我除籍，我淫欲做错什么了？我是杀人放火了，还是投敌叛国了？你们这些淫性不帮我想办法，不让我自己想办法吗？金玉，住口！怕我说吗？反正已经被除籍了，还不能说个痛快？看看你们，一个个号称淫性宗室，你们手里有实权吗？你们有李斯、嫪毐、吕不韦的本事吗？别以为大王多器重你们，不过是一个个泥塑木雕的老古董罢了！混账！关内侯别动气，好生的活着，活长一点，活到我盈余逐你如丧家之犬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那一日。千万别早死，别死早了。找死！叔父，刚才的事儿你为我好，我知道。出了这个门，出了这个门，我全都忘了。好生的等着。